好，同学们，欢迎大家回来。接下来饭也吃了，对吧？相也照了，该休息了吧？但是郭老师有一个好习惯，临睡之前会来一个什么呀？郭老师的练习簿，对吧？哎，我会做几道奥数题，是吧？大家跟着我一块做一下，好不好？好的。看第一题啊，由数字一二三四五可以组成几个没有重复的正整数，对吧？说这个正整数是几位数了吗？没有。没有就得开除讨论，对吧？有没有可能是一位数？有可能。有可能。如果是一位数，是不是从五个数里面选一个数排列啊，对吧？能明白这个道理吧？明白。有可能是一，有可能是二、三、四、五，是不是五种可能？事实上，A5是不是也等于五啊？对。有没有可能是两位数？有。有两位数的话，是不是 A52？你必须得排队呀、啊，是吧？对。你选出俩来，比如说是二五，你不排队是不行的，因为二五和五它不一样，对吧？对。有没有可能三位数？有。有可能，那就 A5 多。三。有没有可能四位数？有。那就 A54，对吧？有没有可能五位数啊？有。那就 A55 呗。加起来答案是不是就出来了？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两个字，so easy，是吧？接下来看第二题，郭老师的练习簿不可能就一道题吧，是吧？第二题说，它叫三个老师和五个同学站了一排照相，一共几个人？八个。八个人。然后呢，如果要求三个男生不相邻，对吧？男生比较捣乱，他如果相邻了，可能就会咬起来了，对吧？再把谁的耳朵给咬了，那就不好了，对吧？哎，两个女生必须相邻，是这么说的吧？而三个老师必须相邻，是不是？还记得捆绑法和插空法吗？记得。一旦必须相邻，我就干嘛？捆绑。捆起你来，对。所以两个女生必须相邻，A22是不是在捆两个女生？这叫捆。接下来还有谁必须相邻？三个老师。三个老师必须相邻，我就 A33，这是不是在捆老师？现在必须相邻的老师和女生是不是都捆好了？捆完了以后该干嘛了？排列。排，是不是说男生不相邻啊？谁不相邻，就先把他踹出去，不管他，排其余的人，是吧？现在有什么呀？是不是有一捆儿？这一捆儿叫两个人，他叫两个什么呀？女生。对吧？对。两个女生必须相邻，我把他捆起来了。是不是 A2 就那两个女生啊？对。还有一捆，这一捆叫什么呀？三个老师。三个老师，是不是就排这两个东西啊？因为说，老师那个男生你不管，他不是不相邻吗？不相邻不就先不管他吗？最后再把他插空嘛，是吧？对。排这两个弯有几种排法？A2。哎，两个东西全排了，是不是叫 A2？对。这个叫捆，能想明白吧？哎，这个是不是叫排？排整体。第三步是不是就该插空了？对。他们排好了以后，是不是有三个地方可以插空？这三个地方放三个什么呀？三个人。三个人，对，不能放三个小狗是吧？放三个男生，应该有 A33 种方法，对吧？所以答案是不是应该是正方？能懂这个道理吧？明白。那么算上就 OK 了，把握好捆绑法和插空法的那个原则就行了，对吧？这题有点难，听清楚了吧？仔细琢磨一下，好吧？这是这个题，接下来咱看该第几题了？第三题。第三题啊，第三题说，个位比十位大。十位比百位大的三个数有几个，对吧？你看，个位比十位大，十位比百位大，对吧？一共仨数，是不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一个中的？你看，个位比十位大，十位比百位大，谁最小了呀？百位。对呀、啊，这个是不是最小的？它是不是中间的？它是不是老大呀？你想？这叫个比十大，十比百大，对吧？实际上，这仨数里面有没有零？没有。有没有可能有零？有可能，如果有零的话，零是不是只能放在这儿？对。但是能放这儿吗？不能。你放在这儿，这个百位、首位，它会咬它的，是吧？哎，是不是首位不能是零？对。所以这仨数里面怎么了？没有零。一定没有零，对吧？嗯。那就是从一到九里面选三个数就完了。对。你看，C93是啥意思呢？从一到九里面选三个数。三个数放在这儿，对吧？你说有几种方法？Only one，最小的放这儿，中的放这儿，大的是不是放这儿？你想想对不对？哎，就是从九个数里面，为什么从九个数里面呢？因为一定没有零，是吧？对。哎，从九个数里面选仨，选完了仨放在这个地方，有几种方法呢？只有一种。因为最小的放这儿，最大的放这儿，中的放这儿，是吧？答案就是C93。听明白这个思路了吗？明白了。C93怎么算？会不会算？会。不就9×8×7除以3×2，3×2×1嘛。懂这个理了吧？懂了。那这个我就简单叙述到这儿，好不好？接下来咱看下一个题，注意看啊。下一个题说，在图中1×5的方格里面填入1、2、3、4、5、6、7、8中的五个数，填哪五个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五个格里面填这八个数里面的五个呀？对。哎，他说要求填入的个数各不相同，你不能一，那不行，对吧？填入数各不相同，并且填在黑格里的数比它旁边的两个数要大。大，
这个教授我得干过你，我也得干过你，是吧？嗯。这教授我得干过你，我也得干过你，对不对？嗯。能相同吧？能。哎，并且问咱们有几种不同的填法，对吧？嗯。那怎么填啊？先慢慢算，不着急。你看，从这八个数里面填五个，到底填哪五个呢？嗯。我是不是有 C 八五种选择？对。你想想，我从八个数里面选五个数，有这么多种选法。对吧？嗯，也就是说我有这么多套数可以填进去，对不对？嗯，能明白吗？明白。你比如说我选中了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数，好吧？嗯，我看这一套数有几种填法，能相同吗？嗯，这一套数有几种填法呢？你想想，是不是要求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要比两边的大？对。所以那个五属于大的，你想这个地方比两边大，这个地方比两边大，所以这个地方的数一定偏大。大。那五是不是应该放在这儿？嗯，你想想，五要放在这儿的话，这个哥没法活了。嗯，他得比他大，五在这儿，你说他怎么填呀？对，咱对着一二三四五这套数来说的，能明白吗？嗯，所以五是不是一定在黑格里面？嗯，所以五在黑格里面，五占一个黑格，这个黑格放几呢？也得放大的，对吧？对，放四行不行？可以。放三行不行？可以。放三也行，他比他俩大就行。那这个放一，这个放二呗，对吧？嗯，是吧？放二行不行？嗯，不行。哎。这个黑格必须得干过两数才行，对吧？嗯，所以它只能放四或者三，对吧？对。所以来看一把，就是黑格里面放五四是不是一种情况？嗯。黑格里面放五三是不是又一种情况？嗯。有的老师黑格里面放四三不行啊？不行。不行，黑格放四三，五是不是就跑到白格里去了？嗯。五跑到哪儿来都不行，是这意思吧？对。所以黑格里面放五四，哎，看看，对了，放五四，哪个放五哪个放四啊？是不是两种情况？嗯。嗯五四四五行不行？嗯，所以先来个二，对吧？嗯，比如说这填的是五，这填的是四，那还有谁呀？四五一二三，对吧？嗯，一二三随便放呗。嗯，随便放是这意思吧？对。哎，一放这，二放这，三放这，是不是都行？嗯，所以 A 三三吧。对。这个是不是得十二？你发现？嗯。能明白啥意思吗？明白。哎，再个就是五三，如果这个放五，这个放三，当然这也得有个二啊，到底哪个放五，哪个放三呀？对吧？嗯，这个放三了。啊，这个时候我就操心四啊，嗯，大数放到白格里面就麻烦，对吧？对，四只能放哪儿？你看第一个格，最左边放这儿，对吧？嗯，所以四就给关在了这儿，出不去了，是吧？嗯，所以四在这儿，那接下来一和二在这儿，可不可以随便排？可以，可以，那是不是两种情况？嗯，一二二一，对吧？所以再乘个二，是吧？是不是这个等于四？嗯，所以你发现对于一二三四五这套数来说，它有十六种填法，对不对？对。能听懂吗？能。它有十六种填法，你说把这改成六，有几种填法？也一样。也一样，只不过把刚才所有的五都换成六，是不是就完了？嗯。能听懂吧？能。所以这么多套数据，每一套数据是不是都有十六种填法？嗯。这题答案出来了 ，C 八五乘以十六。听懂了吗？嗯。哎，郭老师的练习簿主要是帮助大家快速回顾和复习一下这堂课学的东西，好不好？嗯。同时让大家多建一道题，听明白了吗？嗯。哎。关于这几道题，我就简单给大家叙述这么多，好不好？好。哎，这个自己算出来，行吧？嗯。接下来我把这一讲学的重要东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回顾，行吧？嗯。你看啊，咱们学啥了？第一个，排列组合的意义及计算方法，是吧？嗯。第一个，排列解决有多少种排队方式的问题，对吧？嗯。是这意思吧？对。A 七三它就是说从七格里面选三格排列，有几种排队的方式，对吧？嗯、哎，它怎么算呢？A 这个地方表示总数，这个地方表示要排队的个数，对吧？嗯。A 七三七是不是总数？嗯。三是不是要排队的那个三个人？嗯。哎，它等于 A 这个地方表示开头，这个地方表示往前乘的个数，所以 A 七三是不是等于七乘六乘五啊？对。能相同吗？嗯。哎，再一个组合，解决有多少种组队方式的问题，我只负责把你选出来组队，至于怎么组不管，是这意思吧？嗯。哎，它是怎么回事？C 这个总数，这个要组队的个数，对吧？嗯。C 七三，我只负责从七个人里面选三个人，三个人，对吧？嗯。哎，它怎么算？是不 A 七三除以 A 三三呀？嗯。能懂这个道理吧？明白。这是它怎么算，还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对吧？嗯。接下来咱还学了这么点东西，叫排列组合问题常见的几种考题类型，对吧？嗯。第一个，比如说特殊位置、特殊元素，是不是得优先考虑？嗯。就海格脑官员的问题，是吧？嗯。哎，得优先考虑。再一个必须相邻问题，必相邻你怎么办？捆绑绳子啊，绳子伺候啊，捆绑法先捆后排，对吧？嗯，先捆相邻的再排整体，整体是吧？嗯，再一个互不相邻问题，是不是用插空法？嗯，对，先排后插，谁要求互不相邻就先把它踢出去，不管它，对吧？嗯，先排别人，排完了以后再插空，最后一种方法叫什么法？
当方法。对，把相同的东西分给不同的人，每个人至少一个，是不是用当方法？嗯。而且这儿苹果减一，这是人数减一，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关于这两个排列组合的东西，我就简单给大家叙述到这儿，好不好？嗯。